什么事？看着满脸激动的莫伯，唐玲好奇问道：“少爷在东域大比，呼哧！因为紧张和剧烈的奔跑，莫伯一口气竟然没提上来。”我已经知道了。唐老爷子不耐烦的摆摆手：“你已经知道了？”莫伯瞪大眼睛，随即心中释然。虽然城主府公告刚刚发布，但想来唐岩早已告诉唐老爷子结果了。唉，没选拔上就算了，也未必真要去青龙院。唐老爷子叹了口气：“不是。” 莫博激动的辩解：“不是什么，难不成非要进了青龙院才能有出息？”唐老爷子不悦道：“不是，谁说大少爷没进入青龙院？城主府刚刚发出告示，大少在东域大比一举夺冠呢！”莫博涨红了脸，激动道：“唐老爷子闻言一呆，直愣愣地看着莫博，因为激动，呼吸都有些困难，大声问道：‘你说什么？妍儿入选上了？是啊，一举夺冠，东域第一啊！’莫博叫道：‘在哪儿看到的？’” 唐老爷子激动问道：“就是城主府的公示牌啊，你负责处理善后，我去看看。”听到这则消息，唐老爷子交代莫伯一句，身形就化作一道旋风朝外冲去。看着心急火燎的唐凌，众人不禁大跌眼镜。之前以为自己孙子落选时还一脸正气，说不一定要进入青龙院才有出息，现在知道唐岩竟然夺冠，自己都淡定不了了。感觉好笑之余，众人剩下的只有震撼。东域第一呀、啊！ 东域这么多天才，唐家大少竟然力压众人，一举夺冠，如此惊艳的成绩，真的是唐家大少那个纨绔做到的吗？哈哈，竟然是真的！已经到了城主府门前的唐老爷子，认真看着那条告示后，仰头大笑起来。唐家主大半夜的来我城主府门前大笑，雅兴不错呀！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林城主，老夫这是没忍住啊！”看到来人，唐玲老脸一红，急忙拜谢道。 今晚还要感谢城主大人的鼎力相助呢，无妨，举手之劳。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坐吧。林笑做了请的动作，唐玲也不客气，跟着林笑走进了城主府。翌日清晨，唐岩从入定中缓过神来，感受到体内的真气更为澎湃，心情不禁大好。刚走出房门，就看到一脸笑容的唐玲。唐玲头发上沾满露水，想来站在门外不短时间了。爷爷，您这是？唐岩急忙走过去问道。 原本还一脸笑容的唐玲看到唐岩出来，脸色顿时拉了下来，指着唐岩喝道：“你这小兔崽子，长本事了是吧？东域大比夺冠这事，你怎么没和我说？感情整个云城，还就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后一个知道？”听到唐林的臭骂，唐岩满脸堆笑的凑过去，讨好道：“当时着急讨伐柳家，这事儿不就忘了吗？而且我还没说完，你就以为我没过？我本打算等灭掉柳家后就和爷爷说的，这不还没来及。” 爷爷就知道了吗？知道个屁！你这小兔崽子，有事还敢瞒着我！唐老爷子对着唐岩拳打脚踢，半天才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干净。跟我好好讲讲，你现在实力如何？然后再把东域大比上的详细过程都和我说一遍。唐老爷子恶狠狠的道。唐岩哭丧着脸，将大比上事儿选择重点交代出来。而唐林却不依不挠，每一个细节都要刨根问底。而他脸上的表情也随着唐岩的讲解不断变化。 每当唐岩讲完赢了一场的事儿后，唐老爷子都满脸陶醉，如同是他赢了一般。祖孙二人一直聊到了中午，唐老爷子才长舒口气，满脸笑容道：“不错，争取进入青龙院。不过你要记得，实力没达到天阶，最好不要前往北灵界。”“我晓得。”唐岩点了点头，又问：“爷爷还有什么吩咐吗？记得时常来些书信。”唐林叹了口气，看了眼双鬓泛白的这个老头，唐岩眼角有些湿润。 虽然平时唐林对唐岩经常破口大骂，但那拳拳情义却处处能触动唐岩最软的地方。我会的，唐岩郑重点了点头。明天就要离开了吧，去收拾下吧，需要什么直接取。唐老爷子挥挥手，好。看着唐岩离开书房，唐老爷子长叹口气，陷入了沉思。唐家虽然无意在云城争霸，但也要有自保之力。哪怕留下再多的丹药，总有用完的一天，到时就只能从妙丹方获取。 思前想去，唐岩决定向妙丹方授权高灵丹的配方。什么风把唐公子吹来了？看到唐岩来到妙丹方，恰好来前殿送些丹药的武轩，眼睛瞬间一亮，笑盈盈地走了过来，邀请唐岩入内说话。好久不见，武轩姑娘愈有魅力了。看着丰硕的武轩，唐岩笑道。听到唐岩赞美，武轩凝眸含笑道：“公子不仅在大比一举夺,夺魁，名震东域，这嘴巴也越来越甜了。过来让姐姐尝一尝。” 此时，两人已经来到了里面的一处小厅，两个人独处一室，气氛略微有些燥热。唐岩虽然平日会和林冬雪开玩笑，但内心还是一个比较封建的人。乍一听到武轩的调笑，一时间竟然还有些脸红。武轩姑娘，那个……唐岩尴尬的岔开话题：“葛大师不在吗？”听到这话，武轩不禁白了唐岩一眼，嗔怒道：“你这小没良心的！葛大师前往方城给你助阵，结果你倒先跑回来了。”唐岩也幡然醒悟。 当时着急赶回云城，竟然忘记和葛明道别了。你找葛大师什么事？武轩姑娘可否记得我与妙丹方合作的事情？闻言，武轩小嘴微张，试探问道：“难不成公子想收回之前的配方？”唐岩听后摇头说：“这倒不是，我这还有一副灵丹配方，想和妙丹方合作，但也有一些附加条件。不知葛大师多久能回来？最快也得等一天。你要合作什么？直接和我说吧。”武轩美眸一亮。 上次唐岩提供的翠麦散销量竟然冲上了妙丹方的榜单第一，这也引起了妙丹方高层的格外重视。犹豫片刻，想到武轩也是云城妙丹方的首席丹师，而且自己留在云城的时间不多，干脆直接说明来意。武轩姑娘，你看看这两枚丹药如何？接过唐岩递来的两个瓷瓶，武轩好奇地打开，倒出其中一个丹药，感受到那凝而不散的丹香，武轩心头一震。没有三品朝上丹师的功底，绝对炼制不了这样的丹药。 这没事，止血丹。如果遇到创伤，服下此丹可以大幅度减少流血速度，甚至止血，为战斗必备的丹药。唐岩介绍道。听到唐岩的介绍，武轩的心又狠狠跳动一次。上一次唐岩提供的翠麦散虽然等级不高，但因为每个家族都竭尽所能培养年轻一代，所以翠麦散成了抢手货。而这止血丹却不局限修为，确实是每个战斗的武者必须配备的灵丹。武轩可以断定，只要这丹药配出。 销量完全可以超过翠麦散，再次创造一个销量新高。我能试下效果吗？武轩问道。请便，唐岩笑道。不知武轩姑娘怎么测？来了姨妈，试试能不能止住。武轩这泼辣的一句，顿时把唐岩噎住了。看着唐岩那惊悚的样子，武轩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看把你吓的！说罢，去过一把匕首，只听扑哧一声，手指便被划破，鲜血顿时流了出来。将丹药吞服下后，两息时间。 原本汩汩流出的血迹速度顿时减缓，五息之后，血迹已经止住，甚至都结了一层淡淡的疤。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武轩心中已经知道这枚丹药的配方价值不可估量。不过他也记得唐岩刚开始说过还会有附加条件，恐怕这附加条件也会十分苛刻吧。深吸口气，武轩道：“唐公子，不知这份丹药你想怎么合作？先不着急，武轩姑娘再看看这份丹药。” 唐岩指了指另一个瓷瓶，有了这份止血丹的开场，武轩对接下来的丹药也颇为期待。打开瓷瓶后，依旧是凝而不散的丹香，而且丹药圆润，毫无瑕疵。再次惊叹一下，武轩放在鼻尖嗅了嗅，道：“我先猜测一下，灵气十足，药性温和，应该是促进修炼的灵药。不错，这枚丹药为高灵丹，对玄阶以下的武者皆有作用，不建议元阶武者使用，因为吸收不全，药效。” 很适合黄阶和玄阶初期修炼，无任何副作用，药效温和，不会有危险。每次突破都可提升九成的成功率，最重要的是可以连续服用。唐岩平静说完，武轩脸上的表情已经有些呆滞。可以连续服用。武轩重复了一句，张口将这枚高灵丹吞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迅速化成灵气，促进实力的吸收。感受到这逆天的速度以及那不断滋生出的灵气，半晌，武轩才长吐口气，美眸盯着。 唐岩问道：“唐岩，你看姐姐我美吗？”“美。”唐岩认真的点点头。“这两枚丹药就用姐姐来换，如何？”武轩咯咯笑着，看着武轩花枝乱颤的样子，唐岩的心不争气的跳了几下。武轩身上散发出的成熟韵味，让人忍不住就浮想联翩。“哥哥，姐逗你呢，说说你的条件吧，想要怎样和妙丹方合作？”武轩问道。第零九三章：莫冰离开。面对武轩不断的逗弄。 唐岩只感觉对方是只魔人的小妖精，深吸口气，唐岩说道：“和上次脆麦散一样，利润与唐家五五划分。附加条件呢？”武轩追问道：“这两份丹药以成本价向唐家出售，唐家不负责销售，只是对内使用。”唐岩正色道：“只有这一个附加条件，如果能接受，就可合作。”武轩听后，脸上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态，他都做好了被唐岩痛宰一刀的准备。 结果唐岩最后就提出了这么一丁点要求，真就这一个要求？武轩不确定问道。不错，唐岩点点头。砰砰砰，武轩都能感受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这两份丹药，止血丹完全适应各个层次的武者，再创佳绩完全不成问题。而各大家族中，大部分武者的实力都处于黄阶以及玄阶低品，高灵丹这种逆天的灵药，正好适应这类人，必然会成为各大家族争抢的丹药。 虽然还要与唐家分去五成，但武宣知道妙丹方的综合水平又要再上一个台阶。到时候唐家的财力，想到这个，武宣心中也一个机灵。到时唐家的财力，在整个天香国应该都能排得上号。深吸口气，武宣递过一块玉牌，正色道：“我妙丹方郑重和唐公子签下这份合约，拿着这块玉牌，无论是哪座城的妙丹方，唐公子都可提取五千万两银子的额度，而提取的钱。” 我妙丹方也会自动在当月的结算中扣除。唐岩接过玉牌，上面写着“妙丹方”三字，便再无其他。收起玉牌，唐岩道了声谢。而且如果有其他高品阶丹药，我妙丹方也会优先朝唐家出售。这就多谢了。唐岩急忙道谢。有了上次合作的基础，这次合同的签订十分迅速。签订好合约后，武宣妩妹笑道：“唐公子，合作愉快，以后还有丹药合作，妙丹方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到时会的。看着武轩，唐岩心中也有些好奇他的身份。按理说，一名小城池里的首席丹师，并不能干涉所有妙丹方，但武轩给自己的玉牌，却可以在任意妙丹方支取五千万两银子。这份手笔，恐怕葛明也无法爽快的给出。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武轩在妙丹方拥有的地位，要比葛明高。不如我请唐公子喝几杯？武轩笑问。不了，明天就要离开云城。 还有很多是没处理好，唐岩笑着推辞：“来日方长，改日再续吧，会有机会的。”武轩眼中闪过别有深意的神色。辞别妙丹方后，唐岩松了口气，这一次自己为唐家铺好了一条很好走的路。现在他要做的就是为唐老爷子和莫伯这种高等级的人炼制力所能及炼制的丹药。将云城的药材店都扫荡一圈后，唐岩急匆匆回到唐家，便一头扎进自己的丹房，将自己现在拥有的丹药。 全部清点下种类，综合自己现在的实力，唐岩选择了炼制爆灵丹。相较于高灵丹，这位丹药的炼制更加困难，品阶已经达到了三阶高品。如果不是唐岩的经验足够老道，恐怕很难炼制出来。这份丹药其实还有更适合唐林修炼的丹药，但唐岩现有的实力下，很难再炼制高品阶的丹药来。第二天一早，唐岩将炼好的二十枚丹药收好，便将丹鼎直接纳入了纳灵界内。当唐岩出了房间后，发现唐林又站在自己房前等待。 爷爷，唐岩鼻子微微有些酸，哈，男儿志在四方，勇敢点，去吧。拍了拍唐岩肩膀，唐林眼圈也有些红，我知道分寸，爷爷不用担心。唐岩深吸口气，拿过准备好的瓷瓶递了过去，这是报灵丹，比较适合爷爷现在修炼，每隔二十天可以服用一次。好，好。唐老爷子郑重的收起。这一路上，唐老爷子不断的嘱咐，出门在外要注意哪些。 一代家族的风范荡然无存，此时的唐玲完全就是个絮絮叨叨的老头子。到了唐家大门，唐岩才发现唐家上下已经在此等候。大少爷，加油啊！莫博满脸慈爱道：“我会的，大家都回去吧。”唐岩心中感动，走吧，时间不早了。唐林牵过一匹青骠马，唐岩翻身上马，纵马疾行，在路口一个转身，依稀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到了城主府。 林冬雪已经准备妥当，看着一身黑色劲装的林冬雪，唐岩眼睛不禁一亮。好了，时间不早了，出发吧。林笑挥挥手道：“就冬雪一人吗？”看到只有林冬雪牵着一匹枣红马，林笑并没有出行的意思。唐岩有些好奇：“这次你俩去吧，你们羽翼渐丰，不能总在别人庇护之下了。”林笑深深看了眼唐岩，道：“冬雪就交给你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冬雪就会没事。”唐岩坚定保证。 林笑听后仰头大笑几声，拍着唐岩肩膀道：“放心，在外闯，城主府在一天，唐家就在一天。”两个男人互相给对方下了一层保障后，不禁相视一笑。唐岩带着林冬雪快速朝方城赶去。两天时间后，二人便到了方城。来到方城城主府，唐岩领着林冬雪朝里面走去。对于唐岩这个东域大比的冠军，一众人可不陌生。当唐岩拿出令牌后，城主府前的护卫便立刻让唐岩进去。 到了正殿，唐岩抬头一看，发现方程和青城城主以及其他三名入选人员都已经到了。虽然和约定的时间还差半个时辰，但唐岩和林冬雪却是最晚到的。不好意思，我们来迟了。唐岩拱手道歉：“两位远在云城，能赶在约定时间就殊为不易，何有来迟之说？”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那我们便不多待，一起前往青龙院吧。”莫冰笑道。看到众人没有意见，莫冰朝天空传了声口哨。 就听两道清脆的鸣叫远远传来，三道黑点便从天空俯冲下来。这便是青鹤，可以作为交通工具，速度极快。当三只青鹤降落后，莫冰介绍了一句：“看着眼前通身淡青、毫无杂色的青鹤，众人不禁啧啧称奇。”好了，都上去吧。唐岩和我做一只，万飞和林冬雪一起，你们两个做一只。快速分配好后，莫冰率先跳上一只青鹤。青鹤翅膀完全张开，身体长达五米。 坐上去，两人并不感觉拥挤。等到众人都坐好后，莫斌对众人拱手道：“方城主，多谢这些日子款待，告辞。莫老日后想来东域，尽管来我方城坐坐。一路顺风。”方问天满脸笑意应道，又客气一句。莫斌发出一声口哨，三只青鹤听令，翅膀一张腾空而起，迅速朝高空飞去。眨眼间便已经到了百米高空，速度虽然极快，但也极稳，并没半点颠簸。莫老。 这要飞多久才能到达青龙院？唐岩好奇问道。青龙院处于黄域，这速度至少要飞个两天。莫冰淡笑道。唐岩听后心中一惊，这青鹤速度极快，而且在高空无需转弯，只要认准一条直线，便可直接飞往青龙院。如此快的速度，竟然还要飞行两天？青龙院选拔难度如何？唐岩又问。东域在听香国只能算偏僻一隅，整个听香国类似东域的地方不计其数。 这次拥有选拔资格的人数至少在五万以上，最后能留下来的最多有八千人吧。听到莫冰的话，唐岩眼中闪过一丝震撼。五万人经过最后的淘汰，竟然只剩五千人，这淘汰率可是够高的。莫冰对唐岩也十分好奇，这一路上也不断打听唐岩的故事。这一路下来，莫冰心中也愈发震撼。作为青龙院长老，莫冰见过太多大家子弟，但唐岩无论从谈吐还是学识上，都透露着不凡。 真是个让人期待的少年啊！看着坐在身旁的唐岩，莫斌心中一阵感叹。而唐岩在青鹤背上，与莫斌时常沟通些武学上的知识，对武道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两天时间也弹指而过。第二日傍晚，青鹤飞行于一片森林上空，莫斌此刻也站了起来，指着前方道：“再朝前五十里，便是青龙院。”众人闻言精神一振，全都翘首朝前方看去。不过你们在前面就要降落了，接下来等待你们的。 就是青龙院的入选考核了。轻笑一声，莫斌对青鹤发出一道命令，三只青鹤便朝下飞去。森林中间有一块巨大无比的场地，这也是青鹤降落的地方。而唐岩的眼睛也是微眯，因为这巨大的场地上并非空旷，而是密密麻麻站着不少人。明天一早，青龙院的选拔就要开始。下面这些人都是获得青龙院选拔名额的选手，莫斌解释道。而你们则要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才能真正进入青龙院。 否则只能直接回去。当三只青鹤降落后，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尤其是林冬雪和万飞，更是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好了，你们随便找个地方休息吧。注意，今晚不要惹是生非，但凡有人挑事，将直接消除选拔的资格。莫冰告诫道，又嘱咐五人几句，莫冰便骑上青鹤离开。莫冰一走，方轩几人一时有些慌乱。唐岩也顺利捕捉到了剩余四人的心理变化，微微一笑道：“走吧。” 找个地方休息一晚。说罢，率先朝前走去。第零九四章初入战场。万飞和林冬雪本就和唐岩关系极近，唐岩说完，立刻便跟他走了。而方轩和杜叔也是初来乍到，凭着人类抱团的本能，也跟着唐岩朝前走去。走了半天，唐岩才发现一处空地，招呼四人一声，五人便坐下开始休息。吃些东西吧。唐岩从那灵界中取出食物，分给四人。多谢唐公子。众人道了声谢。 唐岩一边吃东西，一边打量着周围。刚刚自己一路走来，这么多人中，竟然实力都没有低于玄阶三品的。这一次的选拔，注定是一场龙争虎斗。五位，这是我们的地方，麻烦挪个地方吧。就待五人吃饭之际，一道刺耳的声音传来。唐岩抬头看去，看到五名年轻人站到了自己身前，似乎是有意震慑。五人并未隐匿自己身上的气息，玄阶五品的实力在唐岩面前完全展示。五人。 皆为玄阶五品。周围的人看着这五人，脸上露出一丝忌惮，看向唐岩几人的眼神也有些幸灾乐祸。方轩和杜叔脸上也颇为郑重，光感受对方身上传来的压力，就让人心生退意。双方的实力明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真要打起来，可真够东域这边的人喝上一壶。不过方轩在东域也算是天之骄子，哪里受得了这种气？直接讥讽道：“如果我没看错，你们也是刚来吧？如果想休息。” 大可朝远处走走，相信这地方总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对方一名高大少年双眼微眯，盯着方轩，语气逐渐变得冰冷。看来这位兄弟不愿意给我们这个面子。随着这人说完，那五人身上的气息如同火山喷发般朝唐岩五人倾泻而下。感受到对方实力的压力，东域几人脸色微变。就在这片广场，你们难不成蔑视青龙院条例，想惹是生非？唐岩淡笑问了一句，身上的是悄悄释放。 那种压迫感也瞬间在云城众人心头驱除。五人闻言神色一致，他们来到这片场地时，自然清楚青龙院的规定，不允许在这里闹事。但他们之前确实没想过怎么惹事，本以为他们过来，凭借五人的实力便可把唐岩几人吓退，没想到这五人竟然完全不给他们面子。小子，现在滚一边去！等到时选拔，万一你们碰到我们，我们大发善心还会放你们一马。如果你们不识相，进去后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高大少年出声要挟，聒噪。唐岩吐出两字：“好，你们等着。”看到唐岩竟然如此嘴硬，高大青年冷冷地扫了五人一眼。他在这地方还真不敢动手，心中已下定决心，到时要给唐岩好看。一挥手，带着其他几人朝远处走去。咱们刚来到就树立这么个强敌，还不如直接让个地方。刚刚我太冲动了。方轩摇头叹道：“他们只不过玄阶五品而已，如果现在应战的勇气都没有。” 那接下来只有被淘汰的份。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就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方兄所为，也是我们心中所想，不要后悔便是。唐岩一脸正色道：“唐岩说的没错，我就没准备让地方。”林冬雪在一旁附和。方轩颇为感激的看了大家一眼。那五人的出现，并没有打消东域五人的士气，反而让五人的心逐渐靠拢。也因为那五人上前挑衅，最后却没奈唐岩几人如何，众人也没再去找唐岩麻烦。 五人修炼了一晚，已是精神奕奕。咚！一道奇异的声音陡然从上空传来，平地上一众年轻人全都仰起头看着天空。呼！一道光幕骤然亮起，一名双鬓花白的老者突然在光幕中走出。小家伙们，让你们久等了。老者身形缓缓下落，一道高台突然出现在他身下，老者便站了上去。唐岩心知此人必然有存储空间，对突然出现的高价并不好奇。 只是之前出现的那道光幕，却让唐岩精神一振。如果他没猜错，那必然是类似于传送的东西。这青龙院果然资源丰富。现在，将你们的入选令牌举起来。”白发老者轻声道。看到众人皆举起手中的令牌，老者微微一笑，从储物空间中取过一枚珠子，漫天白光就朝下面散落。而众人手中的令牌也都散发出白色光芒，与老者手中的珠子遥遥呼应。大家看看自己手中玉牌顶端。 上面印有一颗淡蓝色的五角星，五角星上面都有一个一，这代表你手中的令牌拥有一枚星星。随着星星的增多，五角星的颜色也会越深。那怎样才能获得星星？人群中有人问了一句。白发老者闻言一笑，温和道：“你们所在的这块空地其实是一个结界，只要我将这个结界撤去，你们的选拔就开始了。到时里面会有不少灵兽，二阶到四阶不等，斩杀灵兽可以获得一定的星值。” 比如斩杀一只三阶灵兽可以获得零点一星值，斩杀一只四阶灵兽可以获得一星值，最后不满三十分的将会淘汰出局，而灵牌上星值在三十以上者将正式成为青龙院学员。三十星值，听到这个标准，不少人眼中闪过一丝忧虑。斩杀四阶灵兽才能获得一颗星，这未免太坑爹了吧？先不说四阶灵兽多么难斩杀，这战场上真的有那么多灵兽吗？ 看着下面议论纷纷的样子，白发老者的脸顿时笑成了一朵菊花。当然，这心值的获取之法，并不仅仅只能从灵兽身上获取。听到还有别的方法，一众学员的眼睛顿时一亮。在此之前，大家先把令牌放在自己额头。老者吩咐一句，广场上的人听后全都照做。唐岩只感觉一道微弱的白光闪过，自己额头一热，便再无异常。好奇的看了看林冬雪几人。 才发现大家的额头上都印着淡蓝的五角星形状，额头上标着这个印记，让大家有多少星值已经没多少秘密。星值并非专人所有，也可以从别人身上获取。老者漫不经心的说道。轰！听到老者的话，下面顿时炸开了锅。唐岩双眼也是一凝，听这位老者的话，相互争抢星值，显然比寻找灵兽并斩杀要容易得多。而大家拥有多少星值，都明确的在额头上显示。 到时谁头上的颜色更深，恐怕就会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因为这项规定，这次竞争必然又要惨烈几分。看到下面人们乱糟糟的样子，老者脸上竟然有一丝计谋得逞的笑意。这次选拔时间将持续一个月，因为人数众多，这次选拔分为四个区域。你们代表着东区，等你们通过考核后，便可以相互见到了。小家伙们，接下来选拔就开始了，尽情施展你们的才华吧！老者大笑一声，袖袍一挥。 周围顿时一阵晃动，几秒钟后，众人才诧异的发现，刚刚的空地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此刻，大家都处在一片森林中，看着周围的人，并没有之前在广场上那般拥挤，反而是隔着不短的距离才能看到几个人。想来这是被一种特殊的力量故意分散开了吧？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寻找别人下手吗？杜叔问了一句。一共有三十天时间，现在动手还有些早，毕竟大家身上的心值都不高，费力讨不到多少好处。 先求自保，寻一些灵兽斩杀。随着时间深入，到时大家身上的心智多一些。”唐岩笑道。听到唐岩的分析，大家也感觉有理，纷纷点头支持。就待五人想去寻一些灵兽时，唐岩眼神冰冷下来，有一些苍蝇还真是赶都赶不走。顺着唐岩的目光，林冬雪等人脸色微微一变，只见昨天想占他们地盘的五人正朝自己这边快速赶来，而这五人的出现也成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大家都在东区，不少人对他们两拨人的恩怨有所了解，而不少着急寻找灵兽的人也都停住脚步，目光在他们身上停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家也都等着两拨人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然后趁机捞上一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那名高大少年看着唐岩，满脸戏谑道：“是真巧。”唐岩针锋相对，不卑不亢：“是自己把身上的心值交出来？” 还是我来帮你们。”高大少年不屑道。“在这里，你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仗。依仗，你们看看，你们身后是谁？”唐岩笑道。看到唐岩脸上的笑意，高大少年心中一惊，难不成他们还有后援？急忙扭过头去，却发现除了看热闹的一些人，并没有人站出来针对自己。身后哪有什么？就在这名高大少年疑惑之际，突然感觉一道黑影朝这边冲来。高大少年心中一惊。 这看似弱不禁风的小子，速度竟然这么快！事出紧急，他也无法动用全力，仓促中只能挥出一拳。唐岩眼中却闪过一丝惊讶：东域果然还是太小，而且能参加青龙院的选拔的人确实十分不错。这高达少年面对自己迅猛的突袭，竟然还有机会反抗，不过也到此为止了。唐岩嘴角一扬，原本冲出去的拳头陡然朝右下一偏，朝对方心窝冲去。什么？ 高大少年瞳孔猛地一缩，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个家伙出拳的轨迹怎么可以突然转换？第零九五章力压三名玄阶五品。砰！不给高大少年考虑的时间，唐岩的拳头已经重重落在少年的心口。高大少年顿时被一股巨力击中，身形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仅仅一招，唐岩便将玄阶五品的高手轰飞出去。方轩眼中闪过一丝惊奇，这才五天不见，这个家伙的实力。 竟然飙升到了玄阶四品，如果在大比时他就到了四品，恐怕赢自己也会轻松许多吧。四周围有不少人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招得手后，魅影步展开，朝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人冲去，视若猛虎，快若闪电。不过被唐岩攻击的青山少年已经有了些警惕心，看到唐岩冲过来，虽然反击有些晚，但他相信凭借自己比唐岩高出一品的实力，他完全可以迅速压制唐岩，并进行强势反击。 砰！当青山少年和唐岩一拳撞上后，青山少年眼里也闪过一丝惊疑。唐岩的实力明明只有玄阶四品，为什么爆发出的力量只比五品的他弱上一分？他并不知道唐岩当时在瀑布之下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去磨练。相较于别人，唐岩的真气更为凝练，展现出的爆发力惊人。当一拳过后，青山少年眼里闪过一丝狰狞。自己堂堂玄阶五品，无论是真气提速还是出招速度。 都要比眼前这个黑衣少年快得多，接下来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过青山少年的想法虽好，但他脸上却出现一丝呆滞。眼前这小子出过一拳之后，瞬间竟然又给了自己一拳，这两招之间的衔接竟然没有一点缝隙。少年心中慌乱，急忙迎了上去，但之前不可思议的一幕再次出现：原本势如破竹的一拳，竟然在两人招式要相撞的前一刻，硬生生朝下一偏，砰！ 饶氏少年已经做出了回应，但此刻依旧被震退一步，而接下来他的眼中已经出现了浓烈的慌乱。眼前这名黑山少年竟然又冲了上来，砰！千山拳瞬间被唐岩展开，强大的气势陡然出现。噗！真气已经提不上来的青山少年，在唐岩这一击下，和那名高大少年的下场一样，身体倒飞了出去。眨眼间，唐岩凭借玄阶四品的实力，将两名玄阶五品的对手打败。 众人看向唐岩的眼神闪过浓浓的忌惮。一击得手后，唐岩的速度依旧不停，又朝着周围的一矮瘦少年冲去。那人也没料到唐岩解决掉两个人后，依旧如此生猛，猝不及防下，又让唐岩抢先发动了攻击，展开了格斗之心的唐岩，招式快速、刚猛、孔武有力，招式与武技完美的衔接，哪怕对手拥有五品的实力，依旧力不从心。几招下来便露出了败绩。看到同伴再次落入下乘。 剩余的两人同时一使眼色，轻喝一声，朝唐岩冲去。杀！万飞四人一直密切注意那两人的情况，看到那两人动后，万飞交喝一声，率先朝一人迎了过去。杜叔<说>，方轩呼唤一声，杜叔立刻会意，和方轩一起将另一人拦了下来。砰砰砰！战场上不断传来拳脚相撞的声音。砰！那名矮瘦少年在唐岩密若咒语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终于也落了前两人的后尘，被唐岩一拳轰飞出去。走过去将三人身上的灵牌拿过，根据之前那名白发老者的提示，将上面的星星转移到了自己玉牌上来。一道淡蓝色的光芒闪过，自己木牌上的字数顺便变成了四分，而唐岩额头上的星星颜色也加深了几分。看到唐岩额头上的印记，不少人眼中闪过强烈的羡慕嫉妒。而被打倒的那三人眼中则露出恶毒的神色，是不是还想报复？ 唐岩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不过在这三人看来，这绝对是不怀好意，想报复。到时尽管来找我。看了看四周，因为要战斗，五只行囊被这几人扔在了地上。唐岩走过去，将这些行囊收起后，才笑道：“这些就当是战利品了。你 baby ”你卑鄙！高大少年双眼赤红，行囊中有一些灵药，可以让他们恢复伤势。如果被唐岩拿走了，他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必然要多出几分凶险。还没完呢。唐岩笑了笑。 走到三人身旁，开始在三人身上摸索，好东西还不少啊！从为首那名高大少年身上，唐岩竟然搜出一本武技，虽然不清楚品阶，但上面写着“神射术”三个字，倒是极为唬人。相信能被这群人带在身上的功法，应该有不少价值。哪怕到时自己不想修炼，拿出去换些灵药也是好的。高大青年此刻生撕了唐岩的心情都有了，这套武技是自己家族费尽千辛万苦才搞到的，其价值珍贵无比。 自己还没来及修炼，本想着来这里找个时间修炼一下，结果就被眼前这个无耻少年给抢走了。被唐岩摸了一通，三人身上的灵丹、珠宝，哪怕是一个铜板，都被唐岩收入囊中。砰砰砰！唐岩又在三人身上连拍几下，彻底封住几人的真气后，才笑道：“如果你们想报复，我建议三天后，因为你们想解开封印，至少也要三天后了。”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唐岩补充一句道：“差点忘了，你们刚刚被我打伤了，想要冲破封印。” 如果没外力帮助，至少得八天时间吧。噗！高大少年感觉体内气血一阵翻腾，终于没有忍住，硬生生被唐岩气吐血。就这点心性，也敢来打老子主意？轻蔑的一笑，唐岩的目光放在了另外两场战斗，因为唐岩自己解决了三人，这次战斗双方的实力已经不再公平。方轩的实力已经迈入玄阶五品，再加上已经玄阶四品的杜叔，这场战斗很容易的就朝方轩这边倾斜。 那人也没坚持多久，就被方轩二人合力击溃。取心值，搜身，拿走所有战利品。唐岩淡淡说了一句：“如果没有唐岩，方轩和杜叔赢了这次战斗，最多是奚落对方几句。至于去搜刮人家身上的东西，绝对是干不出来的。但有了唐岩给他们做榜样，他们倒也能放下矜持，在这人身上搜索。当看到几个瓷瓶里装的竟然是各种灵药时，两人眼神一喜，迅速分了丹药。两人在东域时都是天之骄子。” 平时必然放不下脸面去抢别人东西，而且家族也会给他们不少修炼资源。原来抢别人东西这么爽！杜叔轻声说了一句，而方轩则微不可察的点点头，似是认同了杜叔的话。当看到林冬雪那边还在战斗，杜叔正要上去帮忙，就被唐岩拦了下来。每个人都要面对对手，一味的凭借外力帮助，实力很难提升，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杜叔和方轩听后一震，心中生出一些感触：唐岩究竟得吃多少苦？ 才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来。虽然林冬雪和万飞的实力偏低，但林冬雪那一手格斗技巧却能巧妙的找到对手的弱点，牵制对方行动。而万飞的武技施展本来就快，林冬雪的牵制让林冬雪完全可以放开了施展武技。在两人完美的配合下，对方也逐渐露出不知的态度。四名队友都已经战败，这人的士气也瞬间低落了许多。这样一来，林冬雪和万飞的优势更加明显。在万飞连续几个武技使出后，这人终于抵抗不住。 硬生生被打飞出去。万飞在云城做过一段时间雇佣兵，性格也比较大气，学着唐岩的样子，将这人身上的财物搜刮干净，脸上却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神态。冬雪妹子，这丹药分你。万飞递过去一个瓷瓶。林冬雪心中一喜，笑着接过瓷瓶，当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枚三品丹药后，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唐岩如法制炮的封住这两人的真气，环视一圈后，朗声道：“我们不愿意惹事，但也绝不怕事。”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谁要惹到我头上，我必奉陪到底。视野被唐岩悄悄释放，配合着唐岩杀气凛然的话，让周围不少人心神震动。唐岩这句话不仅仅是警告，也是震慑。原本一些想等双方大战后捡便宜的人，此刻也忌惮的看着唐岩，不敢轻举妄动。走吧，去前面看看。唐岩笑道。几人也跟着唐岩朝前走。这一战，几人已经把唐岩当成了中心。 心值我并没有按军分配，而是讲究能者多得。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我们也要遵循这个规则走下去。当然，最后我们要尽可能保证，让我们每人都能通过考核。唐岩正色道：“对于唐岩的话，众人并无异议。”青龙院位于黄都境内，虽然在黄都边缘地带，距离皇城有着数千里的距离，但并不影响他在整个天香国享誉盛名。而青龙院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门生遍布天下，其人脉、资源、底蕴、威望都非家族可以抗衡。青龙院里的建筑不少，占地面积极广，地势也比较复杂。一间典雅的大厅内，一名身披紫袍的老者坐在大殿正中，此人正是很少在青龙院露面的院长萧苍山。萧苍山面容儒雅，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我们青龙院面向听香国，甚至北灵界招收学员，因为地方太多，无法逐个地方选拔。 但为了了解大多数地方学员的状况，我们青龙院也派出了一些人，随机前往一些地方招人。不知诸位在各自去的地方，可发现了什么人才？第零九六章三个人才。哈哈，这次我在盐城，倒遇到个不错的苗子，名为静无痕，年仅二十一，一身实力到了玄阶七品不说，本身还是一名三阶炼丹师，天资卓绝，可造之才。一名鹤发童颜老者大笑道：“当然，也有几个根骨不错的，到时。” 我准备直接招来做我门下弟子。大殿内众人听后，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色。光凭三阶炼丹师这个身份，就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竟然本身实力都能达到玄阶七品。看到这次二长老收获颇丰，此等人才确实是我青龙院不错的新鲜血液。萧苍山脸上露出满意之色。我在水秀城也碰到一个不错的苗子，年纪和靳无痕一样，都是二十一。虽然不是炼丹师，不过一身实力却已玄阶七品巅峰。 而且此子对阵法颇有研究，玄阶七品之内难逢对手。一个红袍老者也不落后，爆出了自己发掘的人才。哦，这个也有意思。吴长老也捡到个宝贝，不错。萧苍山再次满意点头。我这次在雪城发现的苗子，甚至要超过二哥和五哥。一名清瘦老者笑道：“你放屁，还能有更好的？”二长老脾气略微火爆，立刻跳起来叫道：“二哥，不知你可听过纯灵体质？” 清瘦老者并不恼怒，但笑着问道：“什么纯灵体质？”大殿内众人同时一惊。九长老，此言当真？萧苍山眼神中有一丝激动：“我亲自探测了两遍，还能出错？”清瘦老者一脸得瑟地看着二长老，笑道：“二哥，那女娃叫雪笑，虽然只有十九岁，但一身实力也到了玄阶七品。”哼，算你走运。二长老依旧嘴硬，不过语气倒弱了好几分。纯灵体质。 可更快吸收天地灵气，如此年轻便到了玄阶七品，果然是天纵奇才。萧苍山也感叹一句，其他人也纷纷爆出自己遇到的人才，虽然实力都是不错，但和前面三人比还有些逊色。只有莫冰此刻坐在座位上乐得清闲。那东域连续几届都没什么好苗子，历届参赛的人能进入青龙院的人都寥寥无几，这么多年来就没出现过什么天才。大家也都知道他去的东域，他不说，一时也没人过问。 等到众人都说的差不多了，一名魁梧老者才笑道：“院长大人，您这次没碰到什么人才，就你话多。”萧苍山笑骂了一句：“院长琐事众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我布置新生选拔的事项，哪来的时间出去招人？”大长老横插一句：“我也就是说笑一句，当不得真。”魁梧老者依旧满脸笑容，也不是没什么收获。紫竹城那边和我沟通，听说紫云姑娘有可能会来咱们青龙院。”萧苍山突然说了一句。 大殿内顿时有些安静。半晌，刚刚那名魁梧老者才问：“可是被誉为听香第一子的紫韵姑娘？”“不错，不过具体来做学员还是做导师，我还没考虑好。”萧苍山此时也有些头疼。紫韵姑娘年纪轻轻就步入了天阶，一身实力高深莫测，来做学员，谁敢去指点她？而且紫韵姑娘应该不会在青龙院长久待着，不如招来做个名誉导师。”大长老提议道。萧苍山听后眼睛一亮，抚掌笑道。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大长老提议甚妙，心情大好下，院长的目光就落在了莫冰身上，笑了笑道：“老幺，你这次出去可曾遇到什么好苗子？”哈哈，听到萧苍山的话，大殿内传来一阵哄笑。莫冰闻言不禁翻了个白眼，自己虽然贵为青龙院长老，而且实力也不错，但来到青龙院时间最晚，而且年纪也最小，在一众长老中排行老莫。不过他也不愿就此落了气势，直起腰板笑道。 确实发现了三个好苗子，还真有三个。老药，你开玩笑的吧？他们实力如何？一众人惊讶问道。印象中东域那地方可从未出现过什么人才来。一个玄阶四品，两个玄阶三品。莫冰轻飘飘说了出来。大殿内在这一刻出现短暂的寂静。噗！紧接着便有不少人笑出声来。老药，你这去趟东域，学会说段子了？二长老大笑道。 院长也强忍着笑意问道：“老妖，那东域这次你一共招了三个人吧？”回院长的话，这次一共招了五人。莫斌如实答道：“哦，那你说的那三人又有什么出奇之处？”萧苍山来了些兴趣：“老妖，是不是你收了别人好处？”四长老也横插了一句：“有一个玄阶四品的丫头，对武技的理解比较深刻，而且施展武技起来要比普通人快上两三倍。” 莫冰悠然说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脸上原本的戏谑逐渐消失，变得郑重起来。老幺，那女娃的根骨如何？萧苍山急忙问道。根骨不错，年仅二十二，一直独身一人，也没听说她出自哪个家族。听到莫冰的话，大家的心又是一震，竟然没有家族支撑就能修炼到玄阶四品。如果真如莫冰所说，这个女娃对武技有着别样的天赋，那万飞日后的成就必然不低。这个确实不错。 若能进我青龙院，前期重点培养下，如果效果不错，便直接招进内院。另外两位呢？萧苍山满意的问道。因为有了万飞的铺垫，虽然东域被莫冰提出的三人实力不高，但也没人敢再轻视。还有一个女孩，名为林冬雪，实力虽然只到了玄阶三品，但这女娃的天赋却是极高，对各种技能的领悟能力非常快。多快？众人急忙问道。看过一次战斗，就可以把别人作战风格的有点给模仿下来。 莫冰的声音很平静，但表达出的内容却让人极不平静。如此聪慧的女孩也可列入观察范围，如果值得培养，青龙院也会大力扶持。最后一个不会还是女娃吧？萧苍山笑问。这倒不是，最后这少年名为唐岩，一身实力虽然只有玄阶三品，但我相信这次选拔，这名少年一定能闯进前百。莫冰肯定道。老药，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急性子的二长老。 立刻出来戳穿莫冰，谁跟你吹牛？我感觉这个少年很有潜力，你们不信，可以最后看一看吗？莫冰气定神闲道：“这唐岩可有什么特殊体质？”萧苍山问道：“没，大家族子弟，不是东域下面最小的一座城出来的。”看到大家都不信，萧苍山也不愿让莫冰下不了台，温和笑道：“那就过个十天，大家再来到大殿，一起看看这些人排名。”唐岩五人速度都挺快，朝前行个两里路。 便看到两名巨牙象在不远处。乖乖，两只四品灵兽。看到两只巨牙象，杜叔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能够全部斩杀，就是两个积分啊。巨牙象的牙齿锋利无比，如果不小心被划到胳膊或腿，那和截肢就没什么两样。你们小心点。万飞对灵兽的种类比较了解，出声提醒道。而且巨牙象的鼻子力大无穷，虽然巨牙象体型巨大，行动会有些缓慢，但鼻子却十分灵活，全力一击。 堪比玄阶五品巅峰的全力一击，还和之前的做法一样。万飞和林冬雪一组，杜叔和方轩一组，你们解决，我在一旁压阵。”唐岩笑道。对此，众人并无意见，相互使个眼色，立刻朝巨牙象冲去。巨牙象作为四品灵兽，性子可不温润。当看到有人破镜时，两只巨牙象同时低吼一声，烦躁的在地上跺着脚，似乎在警告大家不要靠近。铮铮铮铮，四人同时取出各自武器，朝着巨牙象挥去。 哦！Oh! 看到四个弱小的人类竟然敢冲上来，巨牙象怒吼一声，抬腿朝四人冲去。那笨重的身体奔跑起来，让远处的唐岩都感受到地面在震动。林冬雪似乎想试一下巨牙象的力量，真气一提，朝着巨牙象挥去。叮！嗯、当长剑和象鼻撞在一起，声音如金属交鸣，清脆悦耳。叮当！林冬雪感觉虎口发麻，娇呼一声，手中长剑没有拿住，立刻掉在地上。 巨牙象眼里闪过轻蔑的神色，冲势不变，朝着气血翻腾的林冬雪撞去。小心！一旁万飞惊呼一声，提剑就冲了过去。只不过方轩还在巨牙象侧边，最多给巨牙象造成一定伤害，想要救下林冬雪已经不可能。林冬雪那对漂亮的大眼睛里闪过无限的慌乱，看着那迅速冲过来的巨牙象，而自己真气一下又提不上来，只能挥舞手中长剑，做出无力的挣扎。闪一边去啊！ 方轩在一旁着急大叫，只是巨牙象顶着那对尖牙，即将就要冲上来。陡然，一道劲风从他身后传来，不过林冬雪也来不及去看，要死了吗？一股绝望的感觉从心底生出。砰，在巨牙象那两只风牙就要刺入林冬雪身上时，一股大力将他猛地一扯。在即将倒地的那一刹那，林冬雪的也回过了头。不要！当看清那道人影，林冬雪撕心裂肺的叫了一声。 第零九七章感动。一息之间，唐岩能将林冬雪拉开，已经是万分侥幸。自己想再躲开，已经来不及，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本能。唐岩的身体硬生生朝上一错，堪堪躲过那两道锋利的尖牙。只听“砰”的一声，唐岩的身体立刻被撞飞出去。咔嚓，一道大腿粗细的树木被唐岩硬生生的砸断。噗<破>，一道血迹顺着唐岩嘴角流下。那巨象之力的强势一击。 哪怕唐岩做出了最恰当的躲避，依旧感觉气血翻腾，五脏六腑如同一位一般。而且巨牙象的牙是朝上弯去，那锋利的牙尖愣是将唐岩的后背弯出两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汩汩流出。一瞬间，林轩呆了，杜叔呆了，这得多大的勇气才能冒着生命危险救下林冬雪？而万飞在这一刻竟然微微有些嫉妒林冬雪，这个男人竟然为了他将自己的安危抛之脑后。 唐岩，唐岩，你怎么样了？林冬雪急忙跑过去，声音哽咽，泪珠如同断了线，点点滑落。在她一低头的瞬间，就看到嫣红的血迹渗透出唐岩的衣服，流出，瞬间染红了周围的土地。帮我扶下。唐岩心念一动，将几个瓷瓶从储物戒中取出，艰难的张开口。好。林冬雪将丹药放进唐岩嘴里，唐岩身上如同散了架般，竟然咽下丹药的力气都没有。嗯。 似乎看到了唐岩的状态，林冬雪的红唇已经印上了唐岩嘴巴，一道淡淡的真气将这枚丹药让唐岩服下。接下来的几枚丹药，林冬雪都重复着之前的喂法，将丹药送入唐岩肚中。唐岩此刻脑中一片空白，而林冬雪双颊也是酡红，如同喝醉了酒，加上那两行清泪，如同雨后梨花，让唐岩的心忍不住砰砰跳了几下。唐岩，你会没事的，要坚持住啊！ 林冬雪的声音依旧哽咽，语气充满着无与伦比的担心。当自己余光一扫，看到唐岩推开自己的刹那，林冬雪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之前和唐岩相处的点点滴滴，也瞬间在林冬雪脑海中回忆：唐岩为自己做的诗，与自己第一次陪练，与他打赌输掉的初吻，苍云山唐岩对自己严格的指导，拼死拖住柳金要自己逃走的场景，一幕幕记忆如同潮水涌上林冬雪心头，让她的心不断的变软。也在那一刻。 林冬雪感觉自己的芳心被一个人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闯进来了。我没事，你去帮下方轩。唐岩指了指战场。林冬雪此刻看向场内，杜叔已经去支援万飞，两人合力下隐约占了上风。而方轩的局面则有些危险，虽然已经玄阶五品，但面对皮糙肉厚又极具攻击下的巨牙象，他一时只有招架之力。有事你就叫一声。林冬雪不放心，交代一句：“好。” 看到林冬雪提剑冲入战场，唐岩苦笑一声，四阶灵兽果然不同凡响，这力量可真够生猛的。所幸唐岩准备的丹药效果颇佳，要不这一个月自己的时间也只能疗伤了。哦，随着林冬雪的加入，方轩这边的压力陡然一轻，不多会便在巨牙象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方轩心中也充满讶异，东域大比上他并未和林冬雪真正交手。 现在和林冬雪联手时，才真正发现这个女孩的战斗力确实很强，对于巨牙象的弱点都能迅速的找到。约莫半个时辰，两只巨牙象在四人合力之下，那笨重的身体轰然倒地。因为上次方轩和万飞都已经获得过一枚新值，这次林冬雪和杜叔则兴奋地收取了灵兽迸发出的新值。唐岩，你怎么样了？刚解决完巨牙象，四人立刻围拢过来，已经不碍事了。唐岩摆摆,摆手。 自己这伤势估计过了今晚就可以恢复妥当。对了，寿合对我来说有不菲的作用，唐兄既然想要，这寿合拿去便是。方轩直接做主，我们没意见。杜叔三人也纷纷点头。唐岩心中划过一阵暖流，笑了笑道：“亲兄弟还没算账呢，怎么会白拿你们辛苦获得的东西？”随着唐岩说完，一道幽蓝色的光芒分成四道，朝着四人眉心汇去，而唐岩原本拥有的四道心值。 已经清空为零，不待四人推脱，唐岩立刻堵住了四人的嘴。四阶兽核价值不菲，这样我都占了大便宜了。如果你们不要，让我良心何安？四人闻言也不再矫情，皆是收了下来。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四人都已经十分乏累，便在地上调息起来。而因为自己获得了两枚四阶兽核，丹田内的天地造化鼎此时也异常活跃。这四阶兽核自己还不知究竟有何等功效，唐岩心念一动。 一枚四阶兽核便被纳入天地造化鼎中。嗡 <Wow>，一道轻微的震动，原本灰色的兽核进入丹鼎后，立刻被分解为道道灵气。本以为按照惯例，这些灵气会直接没入鼎内，化为滋润灵药的养分，谁知道这些灵气竟然直接从鼎内流出，朝自己的背部汇去。一抹清凉之意从背部传来，唐岩明显感到原本还阵阵疼痛的伤口被一股生机之气包围，那种清凉舒适的感觉，如同飘飘欲仙。 而被巨牙象撞的气血不稳的五脏六腑，在这道清凉的生机之气下，也逐渐平复，眼中闪过浓浓的讶异。最开始自己得到天地造化鼎，以为他只能辅助炼丹，但真正的得到这顶后，唐岩才发现这顶展露出的能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越发掘出这丹鼎的作用，唐岩对造化鼎也就越有兴趣。而想真正解开天地造化鼎的秘密，不仅需要大量的灵气，更需要自己实力的提升。一切。 还是需要实力啊！唐岩心中对实力的渴望又提升了几分热情，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结疤了。后，唐岩心中闪过一丝欣喜，似乎已经完成了使命。那股清凉的生机之气瞬间在体内消散，而顶内的原谱内陡然一震，四阶兽和剩余的灵气开始转化为能量，滋润着这片天地。按照以往的惯例，当外界有灵气源进入造化顶后，造化顶会吸收其中八成，剩余的两成会补给自己，当做灵力。 不过这一次似乎是因为帮助自己修复伤势，消耗了一些灵气。这次并没有多余的灵气帮助自己修炼。唐岩心中也极为疑惑，这造化鼎为什么要把灵气大部分都堆积在这片元谱内？这元谱内的灵气存储量到底有没有上限？当这个念头出现在唐岩心中，唐岩心中便滋生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用灵气填满它。青龙院这片选拔学员的地方，里面的灵兽极多，甚至比苍云山上的灵兽数量还要多出数倍。 自己完全可以猎取兽核，不断的放入丹顶内。他倒想看看那片培育灵药的混沌空间究竟需要多少灵气。打定主意后，唐岩便不再犹豫，取出剩下的那枚兽核，直接纳入了造化顶内。嗡、哦嗯，依旧是一声震动。刚进入顶内的兽核，立刻化作一道道灵气，朝着培育灵药的那片混沌空间汇聚而去。原本的灵药被突然涌入的灵气一击，全都抖动下枝叶，似乎稍有成长。 而这片混沌空间的灵气，唐岩也能感受到增长了一分，不过依旧是九牛一毛而已。也不知究竟多久才能填满，心中默叹口气。不过唐岩眼中依旧闪烁着坚定的目光。虽然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很艰辛，但想要深入了解造化鼎，自己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一道温润的灵气顺着丹顶内溢出，朝着唐岩四肢百骸涌入。这些被造化鼎淬炼过的灵气极易吸收，不多会，唐岩便将这些灵气吸收完毕。 而自己的丹田此时也汹涌澎湃，显然这次修炼让唐岩得到了不少好处。当唐岩从修炼中醒来，看到剩余四人都早已苏醒，轻声笑道：“走，我们去找灵兽。”唐岩，你再休息两天，先把伤养好，我们等等你就是。”林冬雪眼圈一红道。方轩等人也点点头，示意可以等候。唐岩心中一暖，笑了笑道：“小伤不碍事，恢复的差不多了。”说罢，唐岩朝前狠狠轰,轰出一拳。 一棵树立刻拦腰折断，看到生龙活虎的唐岩，众人眼里闪过一丝惊奇。看到唐岩坚持，众人也不再多话，一行五人朝前行去。行了三四里路，便有一声虎啸传来，不远处一群虎影便映入众人眼帘，是白花虎，三阶灵兽，前爪锋利，尾巴如同钢铁，速度很快，攻击力很强。万飞立刻给众人介绍，看着眼前七头猛虎，唐岩笑道：“那三只留给我，剩余的你们分享。 好，众人点头应了下来，五人便化作闪电，朝着那群白花虎冲去。唐岩速度最快，当他冲到虎群中时，这群灵兽才刚反应过来，而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唐岩已经手起剑落，将一只白花虎斩于剑下。好，其他白花虎此刻终于反应过来，一个个怒吼一声，想要扑向唐岩，但方轩四人已经赶到，立刻拦下了各自选定的目标。单只三阶灵兽对众人的威胁并非很大。 当唐岩将三只白花虎解决后，众人也刚刚把白花虎解决，真是变态！看到大家才刚解决掉一只，唐岩就将三只目标斩杀完毕。